一向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熊黛林是个实打实的拼命三娘。早在2009年的时候，她就凭借叶问中的叶问妻子张永成一角，从模特转型成演员。在这之后，熊黛林就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，接拍叶问二三，参加综艺，登台献唱，全方位发展。如今成为妈妈之后，熊黛林也学会了一项新的技能，分身术。可能要在他们差不多睡觉的时候，我跑出去拍个照，然后回来这样子。做事向来雷厉风行，说一不二的他，工作计划早已排到了明年，新电影也在洽谈中。看来熊黛林已经做好准备，像个陀螺一样转起来忙个不停了。女人还是工作的时候最漂亮。文艺新天地香港独家采访报道。